Master Gao Jiamin is many times a world champion, and especially in contemporary Tai Chi. Now we'll see the demonstration.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高嘉敏，曾是中国的运动员兼教练员，从八岁习武至今已经47年了，现居住在美国，在海外依然从事中国武术、太极文化的发展、传播和教学工作。首先，祝贺首届国际太极科学网络论坛暨太极非遗传承人展演大会隆重召开，非常荣幸应邀参加此活动，特别在这疫情期间举办此活动意义非凡。因为疫情的肆虐，使很多人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生命，此时更让我们感受到健康的重要和生命的意义。太极拳、太极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深受世界上广大民众的喜爱，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学习它、习练它，能使我们的身心愉悦，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帮助我们找到身心的和谐与平衡，而这种和谐与平衡是我们现代人最需要的。我的很多美国学生都受益于太极拳带给他们的快乐和健康，愿与广大热爱太极文化的有识之士及朋友们一起努力研究和探讨，使中华民族传统的太极拳、太极文化用现代科学的发展观来普及传播，让我们更科学的习练，造福世界上更多的人，珍惜健康，关爱生命。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Thank you.